开牌，索尼的，装车，慢点。90年代的大电视彩电，我靠，这么大个，上面都是土了，装车。低音炮，蜗牛低音炮，装车。这不是一个人。这些还有一些箱体，落地箱的，书架箱的，装车一会儿。剑舞12寸的喇叭音箱装车，有点可惜了。后边夏普77带包装的装车，索尼这一套小组合一会儿拉新仓库，雅马哈马兰式索尼天龙的功放拉新仓库，这一堆索尼的组合音响的主机一会儿拉新仓库，全新的剑舞还有最后一套拉新仓库，一共是9件没开封的原装的贴都在，两套天龙的主机拉新仓库，这一排剑舞的主机装车拉新仓库，还有那个蜗牛炮，这片还有一大堆剑舞的主机，还有 LD 机，山水的主机拉新仓库，接下来就是这一房间的音箱了，书架，大型的书架太多了，主机这边还有书架，这边全部拉新仓库，我的天哪，这得几天能忙完呀。这边书架箱 DMB 的单卡录音机功放有7台8台9台10台，装，开装车，12寸的剑舞全套啊，拉新仓库，松下这一堆潘达桑那克录像机，这一堆松下，另外一堆做好准备拉新仓库，好几个都在忙活着，大家能看见吗？组合拉新仓库，先锋的 C5装车一会儿，前后级功放装车， GBL 的书架箱装车，